是没电的，他在拍你喝金苹果，你的头发都变成尖尖的。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头发要用成尖尖的？又还没有洗澡。嗯，那我喝这个。好。嗯，你要干杯吗？干杯耶、yeah ！嗯。太好喝了。嗯，怎么还有一个老板？你要去看这个光头老板的电影？这个加橘子。嗯。我们改天再去买那个粉回来做果冻，做橘子口味的。你喜欢吃橘子口味的果冻吗？喜欢啊。嗯。我喝完了。怎么这么快？你要喝喝看吗？你、哇，好酸哦！这是橘子口味的。哇，你咳嗽了。我还要再喝。